也是功力之分而已飞。那今天的局呢？我们把主线解一解吧。哎，我到底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手速啊？哦，有，现在应该剩主线了。行使官权。慢慢地听见雨声音。问安好友。然后就空空如也要我们问安呐、啊。能跟陌生人是吗？空间里也不是那个吗？我朦朦胧胧的暮年，十连抽。诶，今天终于到十连抽了吗？我都忘记我们十连抽还没讲过了。然后其实可以这边可以上倍数。这边就我们十连抽。OK 吗？我们超举脚了耶！好，今天这里的重点就是，诶，我讲过十连抽了，那干嘛再引导一次？去排行榜一抢。这就我平常一直跟你们讲的挂机。请小主安，小主万福金安。今天 play 到这里好吗？啊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，你可以把我们角色呢，世事无常，难离心。可以把城角放上去。哦，这就我们今天抽到了嘛。那就去突破它。对，这就是锦绣。你今天有讲这一只吗？好了，先给你看锦绣好了。哎，我记得我讲海蓝茶了耶。等一下，七字雅阵是吧？蓝色，先这样好了。还有什么没有讲的？不错。